小哥，哎，你来自哪里的？来自安徽的。你在做的这个鸭绒服是白鸭绒吗？是的。你拆开来让我看一下你们家白鸭绒是咋样的。好好好，等一下啊。啊，拆开来，打开鸭绒。哦，这就是鸭绒服啊，这鸭绒很好啊。对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好，不用谢。嗯。